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！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每个晚上的9点到9点半收看我们台股大乐透这节目内容。那么如果以节目今天我们盘中哦最后得到的讯息哦，那么我要先恭喜你哦。假设了哈，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大幅条款啊，如果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递延到2017年，那么要先给你恭喜哦，你基本。你要把握了哈，就是说接下来未来照明年的看法，我们看这个台股怎么看都会攻万点了，所以你要做好准备。你硬要讲小米，你讲还是欧北讲啊，台北股市今天破底暴跌122点，那么包括卢布的一个重贬，对不对？等等等啊，现在你什么撸垮撸后啊，一样。我们先看了，各位请看哦。这个是加权股价指数从上个礼拜五开始一直到今天，那么呢我们在过去也特别提到一个叫做8876点，那么台股呢今天呢接下来呢一路大跌哦，那么直接呢出现贯穿，啪哇抬高价底吧哈，杀到8826点，没有错吧？直接贯穿8876点，那整体上呢？那么因为呢，这里呢，大户条款的一个递延，所以整体针对台股，我们给予非常正向，接下来从明天开始，给予非常正向乐观的看法。为什么这么讲？第一个，首先我慢慢讲，每次我一般我们在提的，大家不太想听了，因为我要告诉你的，真正对你有用的啊，很多朋友他反倒相对听不懂。过去以来哦，我们包括这个礼拜的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们办了讲座。这个礼拜的礼拜六跟礼拜天分别是技术分析跟外资保证班。我们在讲座里面，所有你有来上课的，我们都讲说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加多少，所以这三天你莫去买股票，你还认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请问各位，这三天是安怎行？你再看一次哦，这是礼拜一。你我不晓得你我白讲要去呢啊，礼拜二。啊！你跟我讲起嘛咧，啊，唔像安尼200点，安尼200点，我讲唔对，我想跟你讲要起1000点，即马你佫听袂到，佫开始转台啊 ？OK， 我没有意思，你就转。我只是告诉你，就是说，第一个你要有三个东西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就是张忠谋先生所提到的，不是因为他是台积电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，而是在于我们去看他每次在上课过程里面，他向学员所提到，就是说。永远要学习啦，永远学不完的啦。证券市场也一样，让自己永远学习，永远学习要为了什么？为了让第二件事情，你要去想你所需要的是什么，你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叫做我思故我在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东西它该怎么来？我的股票市场我想要赚钱，那么请问你，我思所以才会在，这个思。我怎么去赚到这个钱？我来用有哎，看着它，2317叫做什么？叫做红海，对不对？啊，来个切落去。我买红海，安尼会赚钱。啊，加买红海嘞，当然嘛是会赚钱。你是不是在讲什么？所有会员哦，我们昨天有没有提到？会员哦，你把昨天简讯点出来。我们是说86块，当时昨天盘中，鸿海在86块挂了将近8000张的买盘。我们怎么向各位报告？我说一定会被灌破，保证破，一定会破。你千万唔通伫86块买，我若无我停牌100年。啊，今仔日咧，今仔日当然爱进场啊！你今是当然今仔日爱进场啊！你今是咧讲什么啦？为什么？因为贪就最急啊！我不能跟你预测股价。好，各位请看。这个叫加权股价指数，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的看法呢，明天叫破底穿头，也就是台北股市在今天直接贯穿8876点，直接贯穿，对不对？明仔非常乐观的看法，整体上一直到这个月的月底，我的看法呢，渴望重返9097点，好不好？这针对大盘的部分。那回过头来，这个礼拜我们有个技术分析讲座，你务必要来上课，为什么呢？来，给我请看着它。什么叫技术分析？所有的技术分析都一样哦。所有的技术分析，不管你在看价量，甚至于你在学所谓的波浪、黄金切割率、移动平均线、K D 指标，任何技术分析的一个操作者、一个使用者，最基本在于你相信过去的历史它会在发生。如果你不相信过去的历史会发生，那代表什么样？
代表你就不要学技术分析。我刚才讲的是安尼，你若唔相信过去发生的代志，也够发生，安尼唔免学技术分析。技术分析的操作者，他只相信一件事情：过去发生的案子一定会再发生。我举个例子跟您做个简报啊，举例。这是加权股价指数，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包括上个礼拜有提到了、在一般的通用指标之内，我们另外有一个叫一阳指。好，一阳指的功用就在于跟 KD 一样，我们希望不管是指数或任何一档股票，那么呢，以一阳指为例，当加权股价指数来到8623点，那么一阳指的位置来到80轴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它的肉会落安怎？爱个半空，半空呢，伊都会落。所以一直到了今年的六月、七月，当一阳指再度来到80轴，是不是来到9324、9538，代表安怎？代表台北股市又是最高点了，它要跌了。你相信这个案子会发生？所以呢，你相信历史会再发生？在2013年。的十二月底到2014年的元月份，因为来到了80轴，所以呢8623要暴跌到8230，所以今年的六月份跟七月份赶快来到80轴，你相信这个例子会够花钱几拜，所以一会够花钱几拜，所以一点够花钱几拜，你相信过去的历史会再发生。好，回过头来，玉金光，什么叫技术分析？好，一样 KD 指标也一样。你相信过去的案例会再发生？当玉金光的 KD 指标，我来所有去上课的哈，包括这个礼拜你一定要来上课，因为再来这个多头来了，我就讲你够探不掉，够探不掉，哇，刚刚也就可惜了。过了今年的第一季，明年的第一季也没有多头了。真正的多头是从现在到明年的第一季，你要把握这三个月。所以各位请看哦，以玉金光为例，当玉金光的 KD 值来到零轴，代表怎么样？他告诉我们，哎、欸，玉金光被低估了，股价从70块就涨到100块，啊，你一定会探三万块。好，当玉金光的股价涨到这里是120啊，这股价是120。好，那么来到100轴，这是100，这里呢也是100，代表怎么样？它一定会跌。所以安诺，既然一定会跌，所以你请来卖出。对，好，反过来讲，又来到了120以上。然后我们要去看它是否 KD 值又来到100，对。那么请问你这里该买该卖，那你该买你就去买啊，那呆头才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这里为什么该卖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过去这个例子在未来会再发生一次，哎，过来几拜，所以让我们再相信技术分析。好，回过头来，这张股票叫2317的鸿海，来，请你告诉我。如果鸿海的股价来到110块，我们相信它要跌。它为什么要跌？因为它的 KD 指标来到100轴，代表它一定会跌，它保证会跌。它会怎么跌？它会这个样子跌。拢无要紧，安尼都有遐有够勇敢嘛？我实在无法度。安尼好落拢无要紧。啊，这，你讲我哪会知安也要紧？所以你要来上课啊。这几把也在边买股票，好，回过头来，你说那今天呢？今天你当然就要乐观正向，令我们万人会员啊，说今天当然要很乐观啊。为什么今天又很乐观？好，今年的十月中旬，当鸿海的股价从110暴跌到89，暴跌到89，再从89涨到99块，这样一张也是10000块。那为什么会从89涨到99？因为鸿海的 KD 指标从100轴被跌到0轴，跌到0轴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一张你就会赚几万。今仔日是12月17，12月15叫做再两天，12月15再一天是12月16，12月16再一天是今仔日叫做12月17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今仔日是12月17，你跟我讲破底，对不？全世界拢跟你讲鸿海死去啊！你错了。再两天，我叫萧佑明，我叫萧佑明，看着呢。我怎么会错？我明仔载我错了，你再来念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
好，当鸿海的 KD 指标来到零轴，然后鸿海是不是就大涨？那你告诉我，今天是12月17号，那鸿海是不是来到零轴？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过去发生的案例，它会再发生。证券，你要说技术分析，我是告诉你，你可以用一个很简易的方式就达到目标，你也可以走得乱七八糟，然后行到不知行到多位去。好，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技术分析。好，回过头来，我们再举个例子哦。所以会员哈，请把今天的传真稿，今天12月17号来，请看这家公司。你告诉我，香港明这批被矿下面，你会赚很多钱，好不好？你也看这几集，因为五千米外看这几集，来看着它哈。这个叫做该公司的一个营收、营业收入，它的营收好。现在呢，叫做2014年 Q4，就今年的第四季，这是明年的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、第四季。所以明年第一季你不要忘了哦，第一季里面有一个叫农历年，对不对？农历年它第一季原本标准营收，2012年的第一季该公司营收是这样子，但是每年第一季营收是几乎创再创历史新高，第二季再创历史新高，第三季再创历史新高，第四季再创历史新高。我还没讲完，营收创历史新高，原本你在卖面包，你的原物料成本假设都没有变动，你面包一个卖10块钱。对不对？你本来卖10块，本来卖10块，你一天卖10个面包，可是现在你的成本下降了，你面包卖的数量越卖越好，一直在创历史新高。然后我们去观察该公司的 gross margin 跟 operation margin， 我们叫什么？你有去上外资保证班的，我们叫做营业利益率跟毛利率，毛利率持续成长，维持高档继续成长，然后营收呢？包括明年四季将会一路再创新高点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些获利能力足强的，唔哪讲足强的。你敢知影你要赚偌济钱？因为小有名官，他是要赚偌济钱？你用赚够可以买一间厝，他是要安怎买一间厝？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小有名了。该公司转投资旗下的子公司即将要转上市，那么以目前去估算，该所这间公司所持有的该即将转上市的公司潜在 EPS 贡献度高达43块，纵使每一年回馈5块好了，也可以回馈个8年。那每股盈余肯定超过9块以上，高科股价从技术分析是强烈的集结喷出，你基本的摊有够嘴急，2分钟后马上向您做简报。懂外资第一手资讯，不设飞镖会赚更多。全市场震撼，推出外资保证班，只要通国语、台语、客语，保证让你懂外资。外资保证班一律保固5年，仅有一次，不可错过。请拨打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干粮和手电筒哦，记得关门窗、贴胶带、堆沙包，随时注意台风豪雨动态。大雨来时，随时了解淹水讯息。56警戒发布时，配合疏散避难或自行前往避难所。
需要紧急救援，请拨打119。没事，请待在家里，注意警戒讯息，不要前往危险地区，做好准备，安心加班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一样哦，很快速开始再跟各位做个说明。那首先呢，这个礼拜的12月20号，我们有个技术分析的一个课程。那12月21号礼拜天，那么呢是所谓的外资保证班。那接下来就要到1月份了，元月份。元月份办完之后，我们在明年2015年就全年从1月18号以后，一直到明年的年底，2015年的年底，我们再也没有外资保证班了。所以，你务必要来上这次的外资保证班的课程，你一定告诉我为什么。我们就不讲别的，就讲鸿海就好了。各位请看，为什么12月15号节目上我会让你干扰叫做再两天？因为功能刚嘛，功能刚也发生什么代志？功能在刚，因为一 K D 指标就会跌到零，它就会跌到零。那今天17号是不是刚好两天就跌到零了？好，跌到零，我们相信股价明天会表现得非常亮眼，随便你，你可以说哇，我别讲在立我无意见。第一个，请你不要看电视做股票，所有会员就照着做来看画面。细品、台骏、群联，对不对？对，过去4个交易日，我是不是给你画一个细叉、台叉、群叉？有好，第一档叫做什么？叫6269台骏，好，看着它。你用小米这是红海，6269，啊，这不就奔台骏。啊，你跟我讲。你讲小米，你台骏一张赚20000，那你赚无20000？我袂使做两抓赚20000吗？啊，一张赚20000，来啦，你最少10块以上了，最少啦。啊，那无我就停牌100年嘛，无我就停牌100年啊，干那啥哩呗？无我停牌100年啊。啊，你一张没有10000块，啊，十张嘛十万。那另外一奈落啊落落落落落，你最高点爱照啊？啊，你若知影最高点爱照，啊，那无我停牌100年啊。啊，知影什么时阵买就等来啊。所以会员我们会再买回，好不好？我该讲的我跟你讲。所有观众，请你不要看电视买股票，但是所有会员记住哈，这个月就这个月哦，明仔载开始哈，因为这3天我们原本就看它会压缩会回档，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做部件了。这里到月底，甚至于到元旦过后，到农历年前，你会有非常高的投资报酬率，请你完全照着做，你就搞买就对了。你们扣你下这我小有名，你就叫来走。好，先看鸿海。好，以鸿海为例，该怎么看？以技术面来讲，第一个 K D 指标被打到零走，小有名你的 K D 那跟人无同款，所以你还来上课啊？我的 K D 啦跟人同款，你也不用来上课了，你嘛免来上课啊。我有讲唔对去无？上迄种诶对你无帮助诶课是上要创啥物？咱需要就是一个真清楚、真明白、真简单，然后怎么样？啊，就买进，啊，就去，啊，放工就落，啊，安尼就好啊。无是要啥物指标？不啦，啊，无指标是要啥物指标？3年1轮，好歹照轮。啊，这就临走好。啊，你看着我手。那证券投资呢？来，你看外去哈。我帮你放大好不好？来，一起下2317，我看，我再大一点好了，我给你看不？好来，2015年，全世界总共18家外资专业投资机构针对台北股市2317的鸿海的评价，每股盈余9块。8.99块，今年的部分叫2014年，8.04块，我们都算它整数哈，八块，给你8块，没你啦高块，那我先搞你，来，这给我台骏，你就照着做，你一张最少再赚一次10000块，2317，我不能跟你讲了哈，我比赛来公公就预测股价，好来，这给我鸿海，鸿海每给你每股盈余目前预估全球的总平均预估。平均落在8块钱，明年渴望来到8.99块，我们算它整数9块钱。好，请你告诉我，如果每股盈余8块，股价可以来到113块，倍扣，
2014年鸿海全年会使赚8元，结果伊的股价会使113。啊，鸿海2015年每股盈余可以成长超过10%，来到多少？来到月略不是我估的，全世界专业投资机构平均估值多少？高科，8元113，高科是84吗？你这本我没有办法，你要报名，你要报名，我该讲的就跟你讲到这。我若不是在，我来，我不能按错哦，来，我若不是在这带你买鸿海，这边这带你买鸿海，好不好？我嘛停牌100年。啊，我今天跟你讲，好，所有会员就照着做。你这一次有非常高的投资报酬率，时间没有，给你各换几间公司。来，这是今天我们传真稿写的标的股。那么呢，这是每一季的营收，一直这是在今，这是之前叫已公告的，这是过去已发生该公司一根化纤啊。这是今年的第四季，这是明年的1、2、3、4。你不要忘了第一季里面有个农历年哦，会再创历史新高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该公司营收肯定创新高。我们再看该公司的毛利率以及营业率维持高档不坠，并且持续往上做翻扬。接下来我们最后再看，你好歹买个一张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买一张啦。该公司潜在利益 EPS 部分最少高达43块，会员你就看传真稿。如果从技术分析的角度，第一个 MACD 转正，一般的 KD 指标转正。转正，移动均线转正，股价经过长达2、3个月的整理之后，正式站上所有集结区的上游，你准备赚很多很多很多钱。今天要全面大买，我跟你讲一摆，该讲的跟你讲一声。啊，你讲啊，财报公司今天大落，对啊，你就停损了。啊，停损明天再大起，又搁赚不到。你稍待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营业员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明年你就是外资领头羊。因为所有外资接下来未来所出具的任何报告，一出什么报告，你免等报纸，你等报纸拢满三天。我告诉你，不管是外资所出具的报告，你看不到了。你一般新闻媒体你所听到看到的都是 sales 的报告 ，sales 的报告原本它的正确率最多只有50%。你所要看的是这些外资怎么做评价的。外资就是我是外资。我有动用我的基金买进的股票出具的报告，这种才叫掰赛。我没有买，我自己的看法写的报告，还不能都没准啊？你猜没？嘿，传真稿干比人卡准，肯定没有。你要知道，那你手上要不要有这些资料？要，不用我写给你，你自己可以到这些外资的资料库里面去看，过去他怎么针对台积电做观察的，然后。你去做评价，去观察它过去怎么估的，准确度高不高？那接下来未来你所手上所持有的标的股，咱来怎样以前那估值？这间公司后边会成长吗？会赚钱吗？你唔叫我发落去做评价。这个礼拜六，我们是技术分析的教学课程，最主要要跟各位报告，第一个叫 KD 指标。那么 KD 指标里面，我们的 KB 指标跟一般的 KD 指标有一点点的不同，哪里不同？就是在于我们希望有一个很简易的一个工具。那么各位呢，你不需要跟着一般市场啊，一下子交叉向上，一下子交叉向下，唔免。你需要就是一个指标，甲你讲我高点搞，我爱落爱就大落。伊甲你讲我爱去，伊就会去。啊，伊即马甲你讲我已经来到最低点了。你要有一个很简单、很干净、很清楚，你自己看得懂。那你说我怎么有这个指标？你又请你的营业员帮你装一套软体，不用钱。然后你来上课，我会教你怎么去设定这些参数值。从 KD 到 MACD 到乖离率，所以你基本爱来上课，到移动平均线，到心理线。那最后我会教你什么叫本益比的一个评价方式。那么另外。我们会用一点时间教你什么叫一阳指。那么整体上，你来上完这一场课，我认为呢，一般所有通用指标里面常用的，你通通都会了。你来上一届课，你就拢会晓啊。最后记住，保证班我会服务你5年。我就讲啊，5年后我就要做理医师啊，我也没想要做投顾老师啊。那么整体上在这里呢，祝福咱全国的观众朋友阖家平安，操作顺利，财源广进。谢谢您，拜拜。
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响应全民节电行动，哇！夏日青山，清凉就像汽水，清凉就像微风，简单穿着，冷气调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暑气伤。外资报告，懂外资第一手资讯，不设飞镖会赚更多。全市场震撼，推出外资保证班，只要通国语、台语、客语，保证让你懂外资。外资保证班一律保固五年，仅有一次，不可错过。请拨打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森田药妆。小玉，要不要出去玩？小丸子，不行哎，我要照顾爸爸。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，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，没钱付医药费，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，我该怎么办？赶快去找法律扶助基金会，有律师会帮你解决问题。全国预约专线02-6632-8282，法律辅助，安心辅助，司法院关心您。恢复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。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，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